我们正常啊，我们正常会想要用这个力量去压别人，怎么压都一定不会下去的。可是呢，如果你知道这种力量，你要怎么去把你的全部的身体的力量放在这里？对，我把这边放这边。啊，如果我只是用力，这个压一定会回到我身上。可是我只是把我自己的身体力量放在这里。那所以这个力量是，下去了。对不起 ，sorry。那你弄成这样子，你看他抓着，然后我用力去跟他顶，这根本顶不过去嘛，不可能的事情嘛。那所以呢，我现在只是轻轻的放这里，放着，等就起来了。好，我如果是用力啊，不可能嘛。可是呢，我在这里只是放。你先用里面的力量打他看看，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呢？对，可以，也非常好。哎，好，漂亮，用里面的力量去压他，你看这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不可能。好，来，再次。哎，对，很好。非常好，这个很好。